然后你说第一个自己太懒惰了，哦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太好命了，有时候太好命就会这样嘛，很容易人家都已经给你很好了，已经训练你变成不需要自己太勤奋了。对呀，可是你没有做的时候，别人还是会帮你啦，不是吗？对呀，所以你不用因为你的生活、生计，或者是你的必须要去真的要去完成什么。如果火烧屁股了，你一定会做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很有能力的人。但是你就要看我这么好命，那我如果不好好的去珍惜它。然后去把这份我得到的爱，可以去转化跟传播出去。有时候我们这些福啊，销售，就会把这个好的福气怎么样，用光哎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看那个，我们不是在读那个经典吗？他叫我们不要把那个福气啊怎么样，用光。有没有？你要节约你很开心的时候，就让自己心怎么样？收回来啊，不要呢过度了啊！哎呀，很幸福很快乐的时候，要想我们要啊收回来，然后好好珍惜它，好吗？所以张丽，我们让自己得到这么多好的福气，那怎么样？除了珍惜之外，更好的又可以转化累积它，你就是要去分享出去。